没看我在陪张小姐吗？让他们等着。秦哥哥，我想要那个。好哦，哼，那个我也想要。行，这些全部我都要。都买给你。跟了秦总10年了，第一次见他笑得如此开心呢。欢迎各位来到好六七，欢迎各位。张一凡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一凡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张一凡的电影《云边有个小卖铺》6月即将上映。耶！来啦！还有他的电影《七天》《敦煌英雄》，还有电视剧《新生》也将陆续和大家见面，井喷了，朋友们！谢谢老师。老秦，我用真心换真心。我不想解释，信不信由你。是员工吗？我真不信，我真不信。秦哥哥，秦哥哥，气死了！你已经被列为嫌疑人了，已经不是怀疑对象，我已经被判了。我现在已经被换队友了，我可以了，走吧。小满，他一开口就好像偶像剧。队长，因为游戏第一名的队长。干嘛呢你俩？干嘛呢？为什么？有事吗？是不是至少两个卧底？对吧？至少两个。我这队里没好人啊！我都没动，有人在乱动啊！就是。走！甚至会让自己的队斗无法出战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。没这个调吧，稍微跑一点点也还行吧，还行。还有什么？你看我像会的吗？我真。大家好，下句第二首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？可以，这是两句。好，最后一首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。回答正确。这一分击给了老秦队。没卧底，我们组真没卧底。没有。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一，慢点。一，慢点。等一下，走。从大到小排序，大小大小蚂蚁，大小大小，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这里有个，刚刚他唱完大象之后，一凡，哎呦，从大到小，从大到小，你先说个，你要是先唱蚂蚁，大点的，他们只能唱寄生虫了，大点的，你要唱蚂蚁压黑，我就跟你翻脸，唱个大点的，小狗乖乖，小狗乖乖，好，大象一下变成了小狗。斑马，斑马，你不要睡着了。可以。鱼怎么这么地老鼠小？那看是什么鱼了？尺寸。鱼。来，别急。他说的是什么鱼？要是金鱼的话怎么办？鱼。鱼这么大啊！如果严谨，我们要严谨起来。走，注意安全。走了，朋友们，走了吧，朋友们。每次都是转过去的。走了，朋友们。我把武艺跟张一凡换一下，可以哈？武艺怎么能比张小姐好？感受一下吧，我的大腿已经发烫了。这一看就很难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开始，来，准备开始。快！眼睛。加油！加油！回到原位，一凡加油！加油，可以了。
很难。第二个是狄仁杰吧？好，来。C 是雨凤行。回答正确。哇，真的是啊！大声啊，你们。啊。耶。哇，粉队做的好乖巧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来，他们第一个是对，热辣滚烫。啊 ，B 是第二十条 ，C 是坚如磐石。回答。我这次。好，来蓝队。你的战队 C 是什么？正确。分下黄，分下黄队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在乎水量了，我们现在拿分吧，就拿分，就搞最多分。我头发还能看吗？哇！三分，三分，好。我玩八分的行不行？给我上半吨水。玩八分的是吧？对。请说出台下观众的名字。对不起。三二一。小美，这个容易，我觉得这个容易。从张雨绮先。从张雨绮开始啊。那就都抄我答案了。我了。我在这个游戏里从来没有是那个模范过。这把咱们肯定赢。赢。对，拿下。来，请说出黑白相间的动物。黑白相间的动物。黑白相间的动物开始，三二一，斑马，三二一，斑马，三二一，斑马，三二一，熊猫，熊猫，嘿，斑马，三二一，熊猫，二一，金雪花豹，三二一，斑马，三二一，雪花豹，三二一，人类，人类，二一，猫，三二一，斑点狗，三二一，斑点狗，三二一，斑马，三二一，斑马。我觉得行，我觉得行，我们说了好几个了。我要值班吧，不好意思说，你们应该是扣五分，我觉得应该是零分。猫其实猫有的呀，黑白猫有，斑点狗也是对的，斑点狗也算对不对？是斑点狗也是对的。哎，有可能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谁说了人类？谁说了人类？人类有黑白相间的呀。很遗憾，很遗憾。等一下，要开始了吗？我三一，抬头。哇！哇！准备好，六天甚至可以在室内玩激流勇进。对对。我换张一凡。好，一凡换过去了。然后呢？对。